家好，欢迎收看印象科技派，我是小雨。小伙伴们在户外旅行探险的过程中，可能会遇上一些毒蛇毒虫什么的，万一被咬上一口，不及时处理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，用嘴吸也不安全，甚至很有可能连吸的人也一起中毒。于是国外有人就发明了一款神器 Soil Extractor， 被毒物咬伤便可第一时间将毒吸出，避免用嘴吸的二次中毒。它长得有点像个打气筒，原理类似真空泵，被咬伤后不用惊慌，先用配套的酒精试纸消毒，然后根据伤口大小选择合适的套管，对准伤口按下气阀，套管内部便会处于低压状态，伤口四周直接被吸成了一个小包。看这效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拔火罐呢。反复几次，毒液便会排出，最后擦拭一下就行了。这样的方法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伤情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应该及时就医。虽说有神器护身，但它也不是万能的，自己更应该多加留意，远离毒物，防止被咬才是硬道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